站住！别跑！请如实交代一下你作案的过程。我没有。看，说，怎么回事啊？死都记不住啊？赶紧给我进去！他妈什么毛病？显眼越危险。记得那个僵尸人。
我们是警察，你涉嫌十年前的一起抢劫案，请配合调查。哦，郑老板，郑老板，那个事情，我不是。想要什么房型？我来一个你们这儿最贵的。顶楼倒是有一间豪华间，但是现在没有什么人住，也没有人打扫，里面怨气重，还是推荐。什么怨气啊？我就要这一个。
这么晚回去干嘛呢？怎么了？有三千米。小心点。我没事，我叫老梅。我父亲他去世了，肝癌。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呢？大叔，大叔。我没事，我只是想买几朵白玫瑰，让我一家都会给我留几朵白玫瑰。我确实听父亲提起过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我简就好了。简。我能用一下你的厕所吗？好呀，转完镜头便是。好。叔叔小心点。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呢，先生？这么晚了，你们的花开得这么好，真是令人惊讶呀。先生，时间不早了，不如您直接告诉我您需要什么品种的花吧。三朵雏菊。小姐、嗯，那是你父亲吗？您也是来找我父亲的？不，我是来找他一位朋友的。你应该能告诉我，他在哪吧？
你的眼睛很漂亮，和你爸爸一样。